假装家里葬人，把石油也生气了，然后他一直都不理我。今天去接他下班。慧慧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别跟着我。为什么不能跟着你？我请你喝奶茶。我不喝。哦，你又不喝了是吧？我要自己一个人走。那我陪你。我不让你陪，我自己走。我就要陪着你。你别气了行不行啊？我不说了吗，我房间里藏人，那是骗你的，开玩笑的。我根本不是因为那件事情生气，你都不知道我因为什么生气。那你到底是因为什么生气呢？你不是动不动就要搬走吗？搬啊。行啊，我搬。我让你搬。慧慧，你把房间门打开行不行啊？我要回我的房间啊。你是不是怕我走啊？啊，不敢开门，怕我收拾衣服走是吧？啊，收拾吧。啊哈，行，收拾就收拾，反正我也没几件衣服，这么冷的天冻死我算了。切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我在抖音上面买的衣服，上面款式特别多，很多大牌现在都在做活动。哎，慧慧，你听我说，我那天不让你进我房间，真的是在开玩笑，就是闹着玩的。收下吧，走不走随便你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那你给我衣服是想撵我走啊，还是想挽留我呀？刚降温的时候就给你买了，所以你想走就走呗，我又穿不了，就是给你买的。哼，哦，你穿不了是吧？那行啊，那我给藏在我屋里那个女生穿，可以吧？张千羽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知道给谁啊。你不给我的吗？啊？不是，谁还能穿我这么大的码？不是你笑什么？你给谁？啊？你还能送给谁啊？啊？谁穿？谁呀？